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中秋连假不休息，今天一早呢是在党主席朱立伦跟前总统马英九等人陪同之下，合体立委参选人陈以信开箱联合竞选总部。侯市长的第一座联合竞选总部就踩点赖清德台南本命区，较劲意味相当浓厚。至于未来在桃园跟台中的竞总什么时候会成立呢？党主席朱立伦就说了，竞总办公室将会跟立委小鸡来整合在一起，从下到上一起打拼。中秋连假，侯市长不休假，来到台南合体立委参选人陈以信，第一座联合竞办就设在赖清德本命区，踩点较劲意味浓，其他蓝营大咖也相继到场力挺。总统怎么看？柯文哲说要比民调。前总统马英九面对记者问题，双手比赞不回应。总教练朱立伦、立院党团总召曾铭宗、立委游玉兰也都来了。受访期间，侯友宜也不忘批评民进党执政，人民心惶惶。啊，到了民进党进入啊，什么都慌了，战慌了，医师慌了，护理人员慌了，人民心慌慌了。这什么代志都不爱对这多面开始看代志。台南联合竞总开张，其他县市也在规划中。党主席朱立伦透露，地方竞总将要从下而上整合，母鸡小鸡绑一起冲选情。竞选总部都尽量的能够跟我们的立委能够二合一。这一次我们就是从下而上，国民党大咖们挥师南下，直取绿营命脉，期盼能在蓝营艰困选区能闯出一片天。记者台南、台北综合报道。